这把排位希望能打赢啊！我操，三个法师，对面呢？对面两个法师啊，一个肉，两个战士，感觉对面的阵容比我们这个好一点啊。这把可能输的几率又大一些了，本来想用大乔。尽量吧，尽量打。这两天运的不是胡，越打越惨，胜率一直直接掉下50了。五秒到达战场，请做好准备。全军出击！又要打字是吧？是你们叫我换的，后期有能力保护你们，那要坚持到后期才行啊。哎，中路诸葛亮不呆吗？我特意把中路留给诸葛亮的。咱们先不打好不好？我们就打兵好不好？我去，他们抢也抢疯了吧，这么多人直接跑我们家来抢。诸葛亮和钟馗这么嚣张，感觉我下来又不能一口气给他搞死。那你没蓝 buff， 不怕你。哎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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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吓死我了，从哪里冒出来了个李白，这个要回去补一下血，然后再来一次基本就承受不了这个伤害。这边上路没人了，程咬金上来了，走人。小心李白啊，这最近都不看见李白啊，越是见不到李白越不放心啊，什么时候从草丛里窜出来就是一个大。拉到后面去点，就知道了，一来就是一个大，好贱的李白啊，对我已经施展两次这种套路了，知道吧？请求支援一下了，再来一次我可受不了。哎呀哎呀呀呀！先射死一个再说，没挽回我刚才帮你打下狼啊，这下是终于击杀了这程咬金。李白也不敢过来，李白过来的话再被我三子扇一下，他基本就要等死了。
要不要我帮你打？看情况不需要了。我继续守着上路啊，先把上路给他拿下来。现在有炮兵啊。我操，他们全部跑中路去了。打不到我。中路有难啊，暂时走不开。开始补血。中路有个李白在那里，确实难搞。大混斗了。那李白直接被我射死啊！李白想来一个大是吧？刚飞下来直接被我射死了，举不到他。又补血，李白一来准没好事啊。李白又来了，操，你会躲到这里我不看不见吗？太老了，等一下搞李白，谁在等着？你过来，他不过来了，我在这守着他，是吧？他补血太快了。中路塔被推了啊！又在下路大乱斗，赶紧去下路支援一下。算了，不用下去了，下路已经解决了。你想干嘛？戳你一下，没戳到啊！他居然掉头了。那个死李白，
又来这个，他被李白打得好惨啊。先补点能量条啊。小心被他拉出去。差了，这李白烦死了，打不到他人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准备拆他下路塔，有没有人过来？我不上去啊，就在这里射就可以了。把这些兵线给他清掉就够了，一点一点消耗他血。哎呦我操，要死！这边又来一个，没办法躲。环中跟经济，跟谁的经济？环中落后一些，我才落后还挺多的，不过比对方的钟馗落后的少一些。两个人给我，也就诸葛亮比较溜一些。哎呀，我的第一次就这么没了。第一次给了对方的诸葛亮，好像啊。定他。小心李白啊，贱人李白死哪去了？打暴君，打主宰。我不宜站太前啊，三个法师。干扰呀，李白他可能会过来抢主宰，对吧？干扰成功啊！如果李白刚才去不理我啊，去打主宰，说不定还会被他削掉啊！这李白看我不顺眼，躲了他好几次技能了。欺负我们家的妲己的了，以为你补血就了不起，你再能补能经得起我们这种伤害啊？
现在对方程咬金出的什么装？完了完了，没能量条了。我勒个去啊，别跟他一直锁着我，赵云是吧？你丫的！强弩之末，快要败的知道吗？现在刚好防中，直接守中路，一套轰过去。诸葛亮没血了还不走。现在就要买摸绿斗篷了，还一直在躲在兵后面，太不像话了。我操，这么多人啊，程咬金就是个诱饵。先把李白解决了，小心这李白又在哪里搞猥琐之事啊。有一个回去够了啊，就皮钟馗。就凭钟馗一个人能偷塔吗？我都没射中，操，差点就死了。我感觉我要撤了，再不撤我要死了。哎，这么多次没射中。又有速战。支援一下这边。丫的，一个没打到，准确率这么高。要保持一定安全距离。赵云呢？亚瑟一个能不能把猪仔打掉啊？还打不中。要被抢了，我一下没射中，这个很尴尬，刚才找到不去清理兵线，
接下来一起打主宰，说不定就把主宰抢了。这一把要输了，真亏了。赶紧撤吧。我来清理兵线啊，中路赢了，应该是赢了，已经，他们已经团灭了，没有希望了啊。哎呀，终于赢了一局。诸葛亮17分啊，我操，高这么多。